哎，你好，那个修水管。啊，进来吧。哎，好嘞。把这个鞋换上吧。啊？把拖鞋换上。换拖鞋？啊，不是，我穿鞋套了。啊、没事，把拖鞋换上吧。我家不让穿鞋进来。哦哦哦，行。换吧。嗯。那个姐，咱家那个，哪块坏了？厨房。啊。厨房坏了。厨房的水管。哦。你看，就是这里。啊啊。你看。啊。你看这里面，这个水管渗水，然后还没有工具，然后还拧不动它。哦，行，没事，我给你看看吧。嗯，姐，没事，那你忙你的。行。没事，姐，你忙你的不就行？我啊，没事，我看看。嗯。你渴了吧？我给你倒杯水啊。啊，不是，不用。没事。不是，倒什么水啊？水啊。不用，姐，我给你看看那个啥去啊。不是姐，别了，我上回喝完脑花有点疼。但是这回这个真是水。哦，行，谢，我先放这行吗？行。没事姐，你先忙，我就看看这个哪一块给你拧拧去。行。哎呀，姐，那个这修完了，嗯，它就是，对，它就是那个松了，嗯，把它拧上就好了。那你喝点水吧。啊。喝点水吧。这是啥水啊？正常的水。啊，行，谢谢。行，我弄放这儿了去。啊，好。嗯。那需要帮忙吗？不，那行。行。啊。咋了，姐？我脚好像崴着了。脚崴了？啊，行，那咋整啊？这严不严重啊？你能扶我一下吗？弄一下，行，那扶到哪儿去？扶到屋子里吧。啊？啊不，那沙发吧。啊，好。哎呀。感觉动不了了。这磕成啥样啊？一动就疼，崴了。啊，我看看。没事。哦，好像有点儿磕一下子。啊、哦。行，那姐这怎么整？我给你拿，你家里有药吗？我给你拿药吗？没有，没事，养养就好了，应该。啊、行，那没啥事，那我就先撤了。啊。啊？怎么？我脚崴了。脚崴了，那我就会修工具，我也不会修脚啊。那好吧。那你注意安全。行，那我就先撤了，姐。行，那我不送你了。啊，没事，别送了，你这脚崴了，坐那儿吧。行。